青云志而被王思聪骂丑成马，究竟王思聪跟杨紫之间有什么样的恩怨呢？搞得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王思聪骂杨紫丑，杨紫的演技虽然获得众人的肯定，但是近日来却深陷整容风波中，不少网友扒出杨紫整容前后的对比照，但当事人杨紫却矢口否认。在金星秀更自曝，曾经因为被网友喷自己太胖而自卑，就连在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自己妈妈的宋丹丹也曾力劝自己不要做演员了，因为长得也不是很漂亮。随后不少网友表示，终于知道杨紫为什么整容了。杨紫从包子脸变成锥子脸，是否整容一直以来都是网友热议的焦点。而近来王思聪骂杨紫丑的事件又再度被翻出，当时畅销书《诛仙》改编的电视剧《青云志》的热播，杨紫饰演的陆雪琪遭到网友的一顿谩骂，国民老公王思聪也曾参与这话题。《青云志》的原著作者萧鼎曾表示支持杨紫演陆雪琪，随后王思聪评论道：“杨紫不适合，没有感觉，选角失败。”之后这个评论被网友疯狂传播，影响力太大，萧鼎删除了这个评论，还引发了王思聪的不满，大怒：“杨紫是你妈还是欢瑞是你爸？你删我评论！”事实上，面对王思聪无理的炮轰，杨紫一句“那就继续努力吧”，用她的谦虚回应狂傲的王思聪，高情商回复让许多人点赞。而后来随着剧情的播出，杨紫版陆雪琪也逐渐得到观众们的认可，质疑声也小了不少。